有很多的女艺人也会透过像提拉皮斯或瑜伽的拉筋，可以帮她们雕塑曲线。那拉筋还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？膝盖比较不容易退化，所以膝盖会很好。如果说因为过度劳累的话，拉筋本身就有按摩到肌肉的一个作用，它就比较不会有抽筋的情形。拉筋它是可以增加肌肉的肌肉量或者是肌肉力量的吗？可以。如果能够加上垫脚尖的话，也是非常好的。小腿在垫脚尖的时候呢，我往上牵引的时候，其实我的这个股四头肌、股二头肌跟我的腓肠肌都在用力的，甚至等一下可以让观众看一下我的肌肉。然后我在，因为现在人很多的失眠呢，它是跟压力、情绪、郁闷这个是有关系的。中国古典舞的拉筋技巧，还有中国古典舞里面的提跟沉的呼吸法，教大家如何在睡前透过拉吸以及呼吸练习好运动。